7万块人民币多少钱？30来块钱的，好便宜啊！哇，这个真便宜，30来块钱，那白给一样子。那日本人吃的便宜，这50来块钱，跟中国差不多价。还有。500除以20万，这才25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好便宜啊！我天，他们这吃的东西真便宜，我操！哎呀，我这玩意儿能生吃吗？哎呦，真便宜！生食用啊，这能生吃？这个多便宜啊，379。人民币才10来块钱。哪里？尝尝。啥玩意儿？新明太子。哇，这个东西真的好便宜啊。东西真是不错，又便宜又精致弄的啊！哇，这啤酒有点贵。9的话除以10万人民币，我操，这啤酒虚的有点贵。
发泡去。坐地铁去，这一站叫三河岛。这万元怎么去哪儿坐呀？我操！哇，真棒！他们这个停车场好神奇啊，把车子放那儿自己就下去了啊，酷哎！切，靠，这也挺酷的。哇，这天一下热。三河岛，您这儿得买地铁票。哇，这地铁票怎么买？哦，天哪！这可以取钱，人连人都支持。先看看取钱吧。客观讲啊，日本这街道真够干净，不过咱们中国现在好像也这样了。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十几年前，2012年。那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有现在日本这个样子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。这条街啊叫日暮里，就日本的日暮里。我呢找一个银行取点钱。他们这银行吧，好多都不开门，今天是没到点儿呢，可能是。好热呀、啊！哇，好热呀、啊！哎，你要不然帮我问问那个工商银行，我那工商银行那银联的卡为什么在这儿取不了啊？就是说他那儿显示着这个银联就取不了，这所有的卡都取不了钱，跟这儿这个麻烦了。
你帮我问问工商银行吧，你说我那卡为什么跟日本取不了钱，能不能给开通取钱服务，如果能开通的话它那个费用是多少。日本走的日本大街上跟咱们中国真像，没任何区别，对于我来说。没提示，就说不行，所有的卡都不行，不光是那个什么，不光是那个银联的卡 ，CIBC 的、RBC 的都不行。
你看这日本的这孩子点头哈腰的啊，这就是礼貌。咱们中国小孩儿那什么，那就是坐着。哎，我就觉得，说日本这空气真新鲜。就说你这卡不支持。我这取钱也取不上，我只能找那个骂那个圈子。走错了，我得过马路。